六月二十日，全新一代福特猛禽在国内正式上市。而全新猛禽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它的市场价格，新车售价68.68万，与此前售价超百万的平行进口版相比，整体性价比确实是平民了不少。这妥妥的省下了一台赛博坦克300。说到福特猛禽，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出色的动力表现以及强悍的越野性能。全新福特猛禽搭载的是一台经过全新调校的 3.5 升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423马力，峰值扭矩684牛米，与之匹配的是十档手自一体变速箱，使得这款新车最大拖拽能力达到了2000公斤。这意味着无论是拖挂游艇还是房车，全新一代福特猛禽都能轻松胜任。福特猛禽由于拥有非承载式车身、四轮驱动系统以及标配的后桥差速锁和前桥托森式差速器，因此它也被不少车迷看作是一款大型的硬派越野车。综合来看，全新福特猛禽有着高大威猛的造型、强劲的动力以及丰富的配置，那种气场并非是丰田兰德酷路泽以及日产途乐所能媲美的。但也有不少网友纷纷表示，如果手握70万预算，完全可以入手一台豪华品牌宝马 X5，这难道不比福特猛禽香吗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